挥个手，挥手挥手 ，Hello。叮叮叮，看不着你的脸了。可以啊。是不是这样的风景特别美？当然啦，这种壮阔的地方没有飞空拍怎么可以？嗯，要不是我没长翅膀，我早就飞上去了。对，刚才有说想要学章子怡。章子怡不是章子怡，是学玉娇龙。对，玉娇龙。因为最后一幕他就是从上往下，就这样一跃而下 ，ending。如果呢，我真的一跃而下的话，我的人生应该也就是 ending 了。不过呢，来到这边，真的我可以感叹这些人到底一开始这个步道是怎么建成的，非常的厉害。如果叫我来做，不可能。所以呢，在我们现在就是踩在巨人的肩膀上，然后可以去不管欣赏这样的风景，或是在这么样美丽的区域，因为我们都不需要花费太大力气都可以得到，所以更应该。